今天第9天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我没惨，他假的。我想拍一个 MV 打歌，人体圆规。我好像看到了80岁的你，准备，走，来上人，行吗？可以，感觉。可以，凯哥，那个摄影你真的太牛了，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啊。欢迎大家参加龚家岛烛光晚宴，就给我们签个字。我旁边这位客官淡掉了，马上去拿。我今天吃了3个咸鸭蛋。真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没事，请淡了，请淡了。真没想到在这岛上，竟然还能吃烛光晚餐。这10天不亚于拍了部戏的那种。我们要下岛了，那现在让你别走，